就是讲哦，恁个的树啊，生出来苹果袂使食，啥物袂使食？因为伊的土啊，内底有毒，所以伊生出来恁个都袂使食。我听听啊，这叫做毒苹果理论。你有咧，迄个土内底吼含有一些毒素，啊，伊即摆苹果的迄个根哦，根部甲吸收迄个毒素。啊，长出来的苹果都袂使，所以苹果是真水呀，对不对？但是袂食咧。这个很注意，咱台湾的情况，同款。这个教育界内底读个世俗朴俗，遐都无效咧。因为因读个历史唔对啊，所以我有当想想的吼，台湾人像这种情形，要阁经过偌久？啊，我甲算过，袂超过明年啦。问题是台湾人知无？知不知道？恁有来上课，恁知影，但是无来上课，真的是不知道。恁今日高级班毕业，结业啦，不是讲毕业啦，结业。各位，你们有两个礼拜的思考期，思考啥？你想讲，你即马开始，你是要做台湾民政府？的动心，或者是你要再更进一步讲，你要做台湾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员。所以咱后边第一有一个叫做法理典章，法理典章就是讲，给你时间，你家己去想，你想想，你讲好，我愿意做台湾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员。我愿意再度的接受训练，你的法理典章，法理典章以后，你就开始经历的职务。你到底台湾民政府内底这职务，你要经什么款的？即摆职务有分做五种，第一，郡守，但是郡守吼较无简单啊，郡守爱考试，啊考试往是200题。200题里面有80题是非选择是非题，啊120题的选择题，但是不容易。你唔通看小秀迄本叫做《新台湾论》呢？你无真真正正定下心来去读啊，你读无咧？虽然迄本是我写，但是真侪人迄本哦，读下来考试拢考袂过。我刚刚跟你讲哦，真少很少很少有人第一次就给他考过，足少的。啊，就是给他考过，拢是低空掠过。啊，所以我是讲，这个法律这个物件，需要每个人用心去读。第二点就是法，这个做郡守以后呢，你会当拣，你要做内阁，你内阁要哪拣？有中央的内阁、地方的内阁、甲郡的内阁，我们将来台湾民政府是三级的，政府制度，中央、州跟郡，三级制度。所谓的郡，就是讲将台湾转台湾分做50块土地。这个郡不是咱发明的，是日本时代就有这个郡，有这个郡，郡守，啊。有这个郡，这个郡定义是啥？小县长啊，啊州呢是比县搁较大，全台湾分作六个州，有高雄州、台南州、台中州、新竹州、台北州跟宜花东州六个州。啊，咱也要去成立六个州。那我遐厉害，是偌济工作人员，他们甲各位讲，是美国军事政府，甲咱斗三工，提供很多的资料给我们，所以咱才以后来讲成立六个州。你看咱台湾民政的旗啊，台湾民政的旗啊，这支上尾啊，这支，即马来上几波，啊你这支旗啊，什么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敢看有？
这支旗啊，迄所谓的红色的部分代表啥？日本，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这个圆的这个马路啊，就是红色的啊。这个代表讲台湾是为日本生出来，所以内底有一个台湾的地图。边啊，伊六个星星，就是啥代表啥？有六个州。上界重要是中迄个蓝色的星星代表啥？美国军事政府啦，就是美国占领啦。这个图，甲这个图，你甲注意看，你就知影伊的意义是啥物。这两支图。不是我们发明的，不是我们的任何一个中心说自己去画，不是，只是这两个图是当初我们过美国过赢以后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美国的国安局跟国防部送我们这两支旗子，这两支旗子的原本，那个原来的图样在我那里。伊讲，我讲啊，恁这两支图是啥物意思？因为我们老早就帮你们设定了，所以是安怎？咱有真侪人去，即马最近真侪人摕咱的身份证去美国，去美国的时阵，有真侪这个美国的官员看到这个身份证，家惊哩，是安怎？因为这是代表美国军事政府，甚至呢，有一个人去关岛。就迄个长，互恁看迄张图，迄个人，伊甲我讲吼，你拢毋知影一个故事，我讲啥物故事？因为我去关岛的时阵吼，海关看到伊哦，吼，随甲惊哩，甲讲吼，请问有没有什么武器要托运？就是讲伊军事迁入，可能有一支枪还是啥物物件要托运？哎，操着了，伊讲我没有啊。我是 小百姓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我互各位知影讲吼，我即摆才知影讲，我本来嘛毋知影讲咱个迄个新闻上吼，迄个力量大到迄款个程度呢，真正大到就我迄款程度呢。所以，有咱台湾人吼，他们包括我，有很多的事情过去毋知影，但是即摆开始渐渐美国一束啊，甲你教一束啊，甲你教，你才开始了解。咱开始了解讲，哦，咱是啥物人？所以会记哩，台湾民政府毋是讲台湾建国，无，台湾不会建国。台湾的建国是爱甲啥物人？爱啥物人同意？日本天皇。人的土地，日本天皇的土地，你甲建国，敢若我去恁家的时阵，加找几个人去带恁家，甲你讲光头，我光头讲这间厝我的，安尼敢会使？袂使哩嘛，所以比如讲不可以公投，独立一家啦。人伫人个土地顶管，你要讲公投是变哪公投啦？啊，所以台湾不能公投啊，所以台湾建国路途遥远。但是咱敢若会当讲一句话，台湾民政府到底要做啥？会记哩，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这句话你讲出来，谁都不能讲你错误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即马是无正常的。咱让中国人去统治，有一下推下面的拢唔知讲，哪有我拢看无？你去做路咧，你嘛看无？你做路咧，你敢知啊？你知？你知呀？你怎样？你去做路咧？我阿无咧甲我讲现象。你做路咧，做一下你做路咧，伫对做路咧，你甲我讲。你去交税金就是做路咧啊！即卖路咧甲以前无共款呢。罗马时代迄路咧是用皮鞭甲你拍路咧，即卖唔是啊！即卖较巧啊！即卖人拢较巧啊！你要做路咧，何里做路咧？就是安那，你趁钱来付我。这路咧啊！你来甲我做兵。服劳役，就做奴隶。但台湾人唔知影呢，伊即马用一挂语言，
甲你讲，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。讲这话对唔对？对，那唔对，绝对健康啊！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。问题是，我们是服谁的兵役啊？对唔对？但是这中国人足厉害，用迄、那个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对唔对？对啊。但是这个税金是交给谁？啊，无好恁纳税，恁拢交给我。啊，我甲恁话讲，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你讲诶，恁他家无歹解，阮听到啦。但你不要看，这是中国诶，这个环境，和你戆戆直直交钱，啊，直直做，直直做。我看足侪人会做好事，对。当台湾拢是安尼啊。所以我问你，台湾人到今日还在做奴隶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你也看你买厝买到遐贵，这敢合理？当然嘛不合理。后摆台湾民众这土地拢是谁的？国家的。所有人，政府拢十八岁以上拢配当一间厝，互你去住，这才是应当的呢。恁绝对无想着讲欧洲有几个国家。营地面积，你没有想过？这个这水稻水啊，营面积，国家爱给你提供给你啊。教育免费，不是只免费而已，德国，国供应营养午餐给你。刷你去，你敢问那些家长，哇，你们政府这么好啊，还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啊。伊点头甲你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啊，无我个囡仔中昼买许个食，你听有无？恁听有无？即看偌大个不一样的观念。但咱台湾人戆戆戆啊，营养午餐就阁交钱，啊，食了阁食个缩水油，那食好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想看卖啊？啊，即今日报纸搁你写啊。”我三十名要关出来吼，即马阁救起啊！我甲你讲吼，都卖吼台湾民主较紧执政，掠去清算。我甲你讲，对不对？对。阿爸，我系讲是恁党诶，毋是我讲诶。嗯，迄当然是啦，迄即马不爱讲遐济啦，啊，即讲遐济吼得罪足济人诶啦吼，啊，但是。阿伯，吼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吼要做一个转型正义的主导者啦。足侪代志看袂习惯啦，教育应该免钱，看病嘛应该免钱。即摆是干呐，老乌啊，小可感冒，伊就要住院，因为安那，伊就免钱啊。啊，伊是啥？伊是中华民国的。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无唔对啦，伊是中华民国的功劳者嘛，对不对？伊就甲你讲吼，我为了保护你们，我奋战到台湾呢，当你保护过台湾。我听你讲，我初级班有讲过，台湾变成亚洲四小龙是啥物人的功劳？唔是讲你台湾人打拼辛，迄、那个足辛苦的，啊，所以你好嘢呢 ？No。我问你咧，即马迄个东南亚一挂外劳有拍拼无？比你较认真，迄个狗啊，垃圾甲要死，伊嘛挣了滴钱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遐外劳，你不爱做的工作，人伊拢去做，安尼有骨力无？有无？真骨力啊！人生活哪遐歹？因为因生产的物件无人要甲买啊。咱当年是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所以开放市场，让台湾所生产的物件入去美国的市场，所以台湾人赚足侪钱的，是安尼变成四小龙。但是刷落去国民党即马呐，开放中国，你想讲中国有法度赚钱吗？你有法伫遐赚钱吗？中国的善敢故意的，你拜托的，你是要赚啥钱啊？所以中国人的一个原则，物件愈做愈歹，啊，物件愈做愈俗，啊，你利润愈做愈薄。
咱大日本帝国的时阵是安那，物件愈做愈好，物件愈做愈贵，但是品质好诶。所以咱以前拢安那，人看到日本的物件制作的物件，哦，好喜欢哦，干毋是？甚至含台湾做你都无爱，就是很主席，即、这个全世界拢共款，中国人的文化甲日本人的文化。但台湾人一定去予中国一直扭扭扭扭，甲差不多去啊！碰风啦、啊，讲白餐啦、啊，臭蛋啊，真嗨！所以台湾民主一直政，从教育开始改，所以认为台湾若要改吼，可能要经过30年，要为初中开始，为小学开始，一项一项对去给他改。对，拄仔开始我们会碰到一些难题。一定有的台湾人哦，台湾人就是这款型的啦，嘴较俏啦，嘴俏恁听有无？啊，嘴较俏就是讲吼，嘴拢啥咧乌白讲就对啦，讲了伊就无准算的就对啦，那你听的人足受气的。所以，咱尤其是咱民政府这的人，你家己本身知影，你既然来这读法律，你爱有对台湾爱有责任。向你周围的人讲一寡台湾的法律，真真正正的法律给伊听。当然啦，不容易啦，因为68年、69年的这个教育，或者的台湾人有真济啊，转袂过来。你讲你毋是中国人，你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也跟你避免呢。因为我有看真济。一家庭拢嘛是安尼，啊，都爱有拄着真济代志，像我昨讲的迄个咧，因先生为头开始反对啊，啊，但是反对了后，到即马看到警察唔敢入去因家，警察看到伊客客气气，因即马因先生才比走搁较紧，台湾人就是安尼啊，互伊看到啊，伊就相信啊，伊毋是敢若相信尔，即马吼。咱的州政府若欠啥哦，因先讲嘿嘿嘿，哎对，讲伊叫欠电视，来来，我兜有加电视给你，欠迄个价，我兜有三个给你。我讲哎，安尼转变遐大，因为伊看到事实嘛。咱即马现准时，你一定会甲问讲，你台湾民众的事实到底你证明伫倒？我怎样敢来这样提出证明，予你是啥物物件？有诶讲哦，啊，美国都拢无表示，安尼敢来拢你讲？有啊，美国有讲啊，有讲真济啊。前十去年、去年，蔡英文伫选诶时阵，首先咱一只模拟会12月31号，咱有甲宣布讲也输80万票，啊，1月10日选举真正输80万票，啊，就证明啊。叫你讲，互你摕身份证，啊，甲你讲，迄身份证有效。下等拄仔开始咧印身份证，入去迄身份证拢美国印的啊，你也放心，毋是我遮，讲后人伫讲啊，迄是阮兜的楼骹的迄个印刷厂印的。迄是讲啊，足趣味，迄有晶片，阮兜哪有迄个物件啦？但是有人相信呢，真正有人相信呢。老板，咱一份1000块，对毋对？路边啊，咱嘛有一寡伫乱的，伊嘛印一张300块的。啊，讲叫咱哎，无晶片无唔对啦。啊，有个人戆戆摕咱的迄1000块去甲换300块。哦，我起来吼，我甲讲啥呢？我迄张是摕西装去换内裤。西装你歹穿，你敢换钱来内裤？我腿呢？啊，即嘛吼。即马开始知影讲，原来迄张是真的呢，啊，即马袂赴啊，啊，迄张臭屁啊，足硬的啊，南投的啦，吼、哦，迄张吼公开甲烧掉，讲迄骗人的，我拢无讲的，我从来人伫骂民众的代，我拢不回话，因为我足清楚嘛，我是咱绝对是真的，因为是美国有关的单位含我伫讲的，我哪毋知影迄是真的，就敢若我都甲恁讲过啊。迄、那个美国的、迄、那个军事政府的美国学校的人敲电话同款啦，啊，听一个听着讲啊，美军要入来，啊，赶紧来上课。台湾人拢是安尼呢，
真正。所以要讲遮个代志，要予咱逐个人知影，就是讲，咱68年、69年的即款个教育以后，我们的思想要改变，一定要改变。你嘛免讲我讲个话，你拢相信；我讲个话，你爱甲查证。咱所写个即课本内底写个，每一档代志，你爱去甲查证，看是毋是不健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高级班，所以我跟各位说，你可以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，之后你可以再参加最后的第五关，就是怎样啦？哎呦，忙得那么小只，不要插他啦。来，这个法理典章你要，还有一个职务典章，你要有一个职前训练。职前训练呢，一样3天2夜，这样叫做过五关。过五关以后，你就开始可以在电脑顶管经你将来要担任的职务。有州的内阁、中央的内阁，跟郡的内阁，你也可以经议员。不过我先跟各位说，中央参众议院的议员已经完了，现在剩地方的议会的议员，当然有州的议员，还有什么？有那个郡的议员，你可以经议员啦、内阁啦、郡守，郡守要考试，再来一个黑熊。我们的黑熊军团啊，哦，有人听到这个军哦，开始就怕了，还是要叫我见证？不是啦，我们的军团，那些少年，你有看现在原来在这里训练的那些军团差不多变200个，现在还有100个空缺。这个军团是要做什么？就是要接3个单位，海巡署、警政署跟一个国安部分。你说我都没做过警察，有人说我现在做警察，不是叫你去做警察，你叫你做警察的督导、督导啦。但是做督导你也要怎样？人家警察训练4年，里正稍息，前后向后转向左转，训练4年，我们训练几天就要去做督导。我说我只跟这些孩子说，喂，你们比较差不多了，你们我讲一个笑话给恁听，9月17日到9月20日，美国司法部的最高检察总署的检察副检察总长来演讲，恁看迄个网络都有啊。啊，咱的黑熊就甲我讲，自愿讲，我们愿意当保安，当维安呐，啊，要做维安，我当我真欢喜啊，好啊，人家穿啊足派头的呢，乌目镜挂落呢。美国跟他说，你们这是什么黑道啊？怎么说呢？因为那些人我们那些黑熊在维安，比如说我在那里和他说的，我们站在几位嘛，站在几位这样好像美术刚落船站不住那种形，美国跟他说的。啊吼，人个维安是吼用目睭伫看，看周围，伊毋是啦。迄阿妈棍拢倒袂掉咧。啊，立正哦，没有一分钟徛会掉诶，毋是立正啦。吼，我只气者有影，气者，我讲吼，还是足老贵诶有影。所以嘛，乌熊倒来遮吼，我讲吼，稍息立正去学好就好啊。但是黑熊军团后摆待遇是真悬的啦，可能比来家啦吼，遐拢较悬，因为黑熊后摆有司法人员的资格。可你若贪污，黑熊会指挥警察去甲你抓，指挥司法人员去甲你逮捕啊。啊，我讲啊，恁即马较差不多咧。啊，所以我即马甲只黑熊来讲，你若食薰，你看，若食薰拢爱戒掉，食槟榔爱戒掉，啊，若食药啊嘛爱戒掉。
我你若真正要改掉，互我知影，我绝对是唔嘛。从十一月份开始啊，我们是非常严格的执行，包括你付低书，你就是你若违法违规，我们立刻免职，无客气的。你无安尼袂使啊！啊，若无安尼，你就甲国民党同款啊，甲民进党同款啊，对不对？我咧做官就是要贪污的。民进党叫伊卖选，四万外，伊嘛要选，是安那？一票有30块好摕啊！伊绝对无爱啊！所以，你甲看遐做甲愈悬的人啊，迄讲迄话吼。他们讲我听无啦，安怎讲呢？做旅馆呢，发的拢是口号。你敢那改讲吼？30块，你可以不要拿吗？到即马为止，咱听讲我敢那看一个人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迄、那个医生啊，柯文哲，你也看咩啊吼？前到即马，前到今为止啊。有啥物人讲公开募款，讲甲你讲，我已经无收济啊，你卖阁给我。看他伊一个尔，有无？到目前来看吼，这个人不错呢，哈，这个人真的不错呢。当然后摆安怎我唔知啦吼，我无要甲保证吼，无要背书吼，但是目前他所做的，有台湾有选举以来头一摆，有一个人甲你讲。有啊，我收济啊，你卖阁好啊。包括蔡英文这些人嘛，是拢同款啊，越多越好。苏贞昌越多越好，马英九越多越好。所以你看吼，所以这政治人物拢做假的，但是台湾人拢做戆的。其实台湾人做戆，我想想，暗时想我嘛爱笑。台湾人奈戆到这款型。啊！你若讲伊讲，伊会甲你避免的。我无甲你骗哦。你若讲伊讲，伊会甲你避免哦。会讲甲避免，这台语是足厉害，但台语的迄个话吼真好，但是台湾人很少会自己会承认。啊，真正台湾是真正讲甲袂，比如你做奴隶，啊，你缴税金，啊，你做兵，这拢是做奴隶的现象了。No， 不是没有办法，你都不懂得团结。你有法度团结无？我跟你讲啊，讲这句话我安尼讲嘛不对啦。咱无讲，咱若见解民进党，若你讲伊若你选水，拢跟你讲啊，你台湾人都无管团结。我拢想过啊，我无法团结，二二八去手牵手，几啊百万人，咱拢做戆啊去牵手呢。啊！伊若伫示威，咱嘛是做讲啊去行街路呢。安尼无讲团结吗？啊，无变啊，就叫做团结。你应该爱讲吼，讲伊无做大官，所以咱无讲团结啦。所以咱爱从根开始做起，用法律将中华民国甲变个倒。所以。你要用法律将中华民国变化到你自己本身要充实，但是本身充实里面咱到现在也有六七个不好主了，读到高级班就开始请起来，他都知道所有的台湾的情形，他都知道出来就招一群人三四十个，就去创立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大部分都是你给骗钱的。也有说，喂，咱来去告美国南海有石油，一人收30万。台湾人哪遐有钱，我都想无呢。叫恁来遮的时阵，交几千块台，干干叫，迄30万摕哦，拢无，拢目睭拢无呢。30万摕落，啊，谁人啊，同唔一个？到后尾啊，才知影讲南海。伊内底遐资料拢假，因为写假的迄个人出来自首，
三十万收八九千万呢。啊，拢是咱的，我发现拢是真侪拢是咱的同心呢。哦，咱的同心真好呀，我哪拢唔知影啊？啊，若要知影，我著用遐就好啊，我免拖咧上课上到要死呀。而且不接受捐款，所以我要讲这就是讲，你台湾人，你讲你偌巧，我也真巧。读到高级班以后，伊就要家己创造什么货？啊，嘛有读到高级班了，伊就去讲讲，秘书长讲咱是日本人，较紧来日本申请护照。啊，日本就要发啦，一人先交两千块就会使啊。啊，嘛有差事就要交两千块，我是看了足要晕倒个呀。台湾人哪戆到这款型啊？啊，嘛有讲吼，遐美国个台湾人嘛讲，美国拢有交阮联络呢。美国讲叫咱吼来去占中兴新村，啊嘛马上宣布执政，啊真正去占呢，啊即卖呢换伊个办甲拢走无咯，即卖含美国政府就出来讲迄假，其实这代志我拢知道，但是我从来在公开的时阵我拢不爱讲，因为我是感觉讲遐人可怜啊，遐人。真真正正唔捌天地了。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一记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含要画主题，你都唔通去画。人迄个美国的罗素啊，就是迄个国务卿的助理国务卿，伊讲罗素，用美国支持台湾主题。这个台湾主题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影 ？No， 主题是啥物意思？伊是咧指中华民国主体啦，所以我有当想想吼，英语是足深的呢。三个乌白解说，这边奥巴马甲习近平，这个习近平讲一句话，伊讲要支持，伊讲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Union。啊，有的人有人甲反映啥？支持讲统一，其实不是啦。伊是讲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，就是要坚持中华诶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性。但是呢，一般就甲解说讲，系啊系啊，伊要来统一台湾。所以我爱讲的就是讲，有真侪人对这个现主席的英语，实在是无半撇，但是拢表现讲伊足够的。对这个政治的物件，坦白讲哦，不是一般人所想的。所以好不容易咱今日行出这个法律这条路，我呢要甲咱所有的同心讲。咱大家算真好运，真是有想好乡呢。你会来读这个法律，啊，我希望讲高级班以后，咱会当继续去打拼，去继续跟随台湾民政府要往执政这条路。明年的二月甲四月，美国官方会开始甲咱谈判。五月到六月会开一个公听会，当这个公听会开煞，而且二月三月，咱的旅行证件落来时阵，就是台湾民政府要执政的时阵啦。但是咱还阁欠人，咱差不多三千个尔尔，还阁欠一千个，安内去得努力。我是希望讲，若有机会，一挂少年啊，甲鼓励因来上课。但是我毋是讲嫌各位伤老哈，我甲各位年龄差不多啦，我嘛算老的迄边个，六字头啊嘛吼。所以，谢谢你。但是呢，年轻人比较有活力，所以我是一直寄望讲。咱年纪
咱像我这款年纪吼，真侪思想拢转袂过来。但是我是转会过来，但是有真侪人转袂过来，因为六七十年，伊这个教育的关系，甲起码讲你要叫伊改，真的很困难，真正很困难了。所以我寄望我们的下一代，所以这些少年啊，哦，咱这些少年啊，这个法理好好读。我用我秘书长，我用生命给你保证，你读法理绝对不会错，因为后摆有一天，全世界都会将法理做代先，因为世界愈来愈不爱战争，不爱战争都爱靠啥？讲法理。所以你要。你的眼光要看远，看对。所以今日呢，算讲这个高级班的第三天了吼。我应该称呼各位是众将官，因为大家拢唔是做将军，就是做官员，所以众将官。啊，各位呢，家己呢，哎，感觉讲自己这个叫做自我勉励啦。啊，但是修行在个人呐，啊，哦，因为你读他诶，你捌偌济，还是你知影偌济，爱看你个人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多谢各位来台湾民政府受训。啊，这两天足歹势，因为天气冷，啊，佫涨熊熊，超过100个。咱遮上济是啊，低500个，涨超过600个人来。所以，等，我无叫恁拍手。迄一摆要困哦，发生困难，啊，所以呢，对遐个人，遐有个人哦，按两三个，啊是伫个车底咧困的遐人，我真歹势。都恁无啦，因为恁高级班的哦，好势好势，恁头一天就来占位啊，你们没有问题，别人都有问题，啊啊，多谢各位，再一摆谢谢各位哈，啊大家拢辛苦啊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